那现在我们要来买东西，我们要买一支笔，一支玉米水，一个小白水，还有一个鸡蛋，就这样。啊，对，煮那个，煮一个出出来，一个猪肉，对，对，猪肉，猪子的肉。来，我们的食材是要去挑蛋吗？挑蛋吗？我妈妈也挑蛋。要拿 GoPro。拿走。然后现在做什么？挑蛋。室外一公尺以上，除了饮食外，请务必全程佩戴口罩，勤洗手，保护自己也是尊重他人。宜兰县政府关心您。各位游客，大家好，欢迎莅临清水地热公园。由于疫情严峻影响，为了您的健康，在园区内。请与他人保持安全的距离。要掉出来的，室内至少1.5公尺，室外1公尺以上。那你把它放着，放着就好了。外，请务必全程佩戴口罩，勤洗手，那玉米保护自己，也是尊重他人。玉米，宜兰县政府关心您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好热，因为我们在这边吹热气，对不对？我们是286，对不对？那我先去看一下。那我先去看一下。那好，进看一下。随便你啊，你想进看一下。耶！现在要去看。看我们的篮子有没有跑掉？但是它跑了就厉害了。286还在。我在虎江园。这山泉水可以做什么？这山泉水就是当你煮完很热，拿来这边放着，然后它就会冷冷，就可以开始吃。你要不要在这个泡脚？一定有那个泡脚池，对不对？它煮多久？看我们这个是，还要帮它那个转一下，进去。嗯嗯嗯，钓鱼，钓鱼，在做什么？问一下，小姐你在干嘛？叶子没关系，你就让它放着就好了。主要是要让那一根玉米下去，知道吗？那一根玉米下去。对啊，这不是一定有啊。这个你看，这个味道有一种像淡淡的味道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烟囱在冒烟。他就说我气炸了。这个好吃吗？好吃哈。嗯。他如果直接篮子的话，一个是20块。有的人自己买东西啊，他来这里借篮子、啊。哦，还要另外收费。20块。看你们吃冰棒。用牙齿把它咬，咬了就变冰块，对，咬一个小块，对。那你嘴巴的嘴角是怎么回事？哎呀呀，小孩子也知道了。好朋友，你煮了什么东西？一只玉米，一只小白笋，一只玉米笋。好。小心哦，拿起来会很烫哦，不能让水滴到你哦。走，拿远一点。对，到左边去。放进去了，
不过它不会热啊。看一下，好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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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回去妈妈那边装箱了。3、2、1，不能碰到自己啊、哦，湿湿的。等一下你要吃什么？好好玩呢、啊。好好玩一下。凉的凉。对啊，进下去就冷，就凉的、啊。你要不要买创作品？放进去就好了。这是什么？玉米水。它旁边那袋子。对吧？上面有200块，为什么会有200块？因为袋子他的。就硫磺味。还有个玉米，清水地热。这好玩吗？你下次还会想来吗？爸爸妈妈是第二次来，上次来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，根本都没有整理这里。对啊，那时候很荒凉哎，凉凉的。去三星那边去买，买好那个鸡蛋跟，好像那时候只煮鸡蛋而已吧。你要问当时的两个人煮了十几颗鸡蛋，神，后来煮了快10颗鸡蛋，神经病。这好像有特殊名称的，忘记是什么了。特殊名称就叫草啊。忘记是什么？它是草莓。嗯，它就是草啊。没有吧？它是草、啊。它一种草的名字。对，它是另外一种名字。啊、之前那个谁，白兰猫就Po有看过，我后来就去帮它找出来了。要多把持。啊？这个叫做什么？我忘记了。然后拍一张特写，我给白兰猫看一下。你就不会觉得很好奇吗？为什么这是红色的呢？大半的给你，半给我。来看看。哎，你看玉米笋，有没有像玉米笋？有。嗯。那你说几次玉米啊？还没有吧？红色淡淡漂亮，姐姐煮的吗？嗯。